两腿平行，对，好，把它保持平衡哦。然后两臂高举往前面，对，好，先向右旋，旋，对，旋到尽头哈，慢慢旋。我们的眼睛看着你的左那个你的右手臂，对，旋到尽头。好，来甩腰，一个甩进甩回来，哎，来慢慢来，再然后再右再往左旋，旋到尽头。好，一样再甩回来。好，来甩回来当中，来分解动作一下哈，来往上盘旋。好，再回旋回来。好，准备拉掌。哦，这一招叫神龙刺掌哈。神龙探爪，哎，神龙探爪。所以它这个当中，来再快速一下，来回到快速动作。好，现在盘旋回来哦，连续动作哦，好，来看一下。哦，是瞬间甩回来那个动作，那甩回来当中，这个是水平，这个是水平。吸气，瞬间吸气是仰头，把我们的这个膻中穴把它瞬间把它力道把它做出来。好，这个力道把它吸气，瞬间一这样可以清楚吗？来，再一遍慢动作哈，再一遍哈，来，从回到上一动，这边回到上一动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回来，一个甩进回来，左盘旋回来，这边再盘旋。好，我们准备要甩了。瞬间吸气，对，把我们肾中穴这个八卦节被它扭开，可是是瞬间的爆发力道啊，所以你们瞬间一练到的话，回去这里会酸痛是正常的，哦，瞬间那个力道把它拉出来，啊，拉出来的时候是水平，拉出来伊是迄个沉迄个力，伊个脚来无要紧，可是迄是一个瞬间，你个脚来如果摔倒转来 ，OK。好，那个瞬间力道哈，整个是伸展的，不是斜头，也不是这样子，头是正的，哎，对对，所以这个鞋哎，保持这个水平起来，嘿，哦，来再看一遍，好，我们再看一遍，来换这边盘旋，换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盘旋的话，就是从这边回来，就是从这边回来，这个就在上面，好，来盘旋，对，来盘旋。哦 ，OK， 来分解动作是一二三，来分解动作来，回来盘旋一二三拉，哎，这样有比较清楚了吗？哦，你不要一开始就是拉到这边不对，其实迄个是一个瞬间的力道，迄个感，嘿，跟你感觉，迄个感觉起来，迄个动作。瞬间吸气，有点懒，爆发出来又回来，哎，好，我们开始练习了哈。好了，往右盘旋，没有往右回转，哎，回到尽头，然后不要太快哈。这个时候其实，这个开始是要让你慢慢去拉到腰到尾啊，或者这样好转来，再拉筋的动作，哦，再拉筋的动作。对，你有等下你伸伸的，咚一声，那种无要紧，自己会听到你的脊椎这边会咚一声，那个就是有你有转到了，哎，好了，再去听口令哦，来，两臂高举，好，向右回转，好，慢慢回转，回到尽头，再向左回转，好，慢慢回来。好，开始盘旋，神龙刺爪，神龙探爪，哎，不对，这边回来，这边就是这边是这样子，哎，对，先慢动作，你们先慢动作，先用慢动作，这个比较不会回来，从回到上一动，回到刚才左旋这边，好，你也看小人，好了，回来，好，开始盘旋一遍，对，再来上来。对，好，准备出去。哎，对，好，回到这样的动作，回到你们这样的动作，我调整一下。这样的调整是你们的重心点的平衡点，因为你家己舞台看到你这种无正，你叫的都是无正，有人手安尼卖无正，
所以你慢慢把它平衡，平衡回来，腰用力，腰的瞬间也要用力。哎，那脊椎整个脊椎都有练到哈，然后我们再回复上一动哈，回复上一动，回复上一动就是左边盘左哎对哎左边，好来回来，好分解动作来一就回来了，二三，哎对，现在都还先不要出力哦，先不要出力哈，我们先把动作做正确。好，再回到上一栋，很好了，我们加快速度了哈。回到这一栋，回到上一栋，好，回来，盘旋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对，好，有点抓到诀窍，所以你要记得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如果是从这边回来，就是盘旋在上面，就是刺这边；这边回来就是这边，好，这样子很清楚了。我从这边回来就是这边，这边回来就是这边。哦，这一次是要练我们的一个力道，还有这个大腿同时都有练到，有练到那个力道。好，哦，这个力道要练好，哎，那个瞬间啪一下拉练起来。好，哦，所以你看他练，伊即马练到连咧边啊伊啊，伊即马练是。你安尼这样不对，还有那你要搁出来一个去闪着哦，嘿，所以是练这个，咱练这个，嘿，对对对。好，来，我们快速哦，我们快速甩三遍，快速甩三遍哦，会可以这样子，比如说刚才是这边盘旋哦，这样来一哦，还可以再来继续二，再来三，好，这样三遍，我们左右各那个三遍哈，来开始。全到尽头哈，统一向小泉哥这边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好，开始回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嗯，很好，好，再来一遍，继续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那个力道再回想一下，好了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错边的。所以同时对对，哦，回去把它复习一下。虽然你觉得有点姿势有点复杂，可是你做习惯你就不会觉得复杂了。好，我们反方向，哎，让它平衡一下，哎对。好，旋到尽头哦，尽量把你的腰扭开来哈，旋到尽头。好，甩回来，一二三，哎，很好。来，再来。一二三，好，再来，一二三，好，那个仪容哦，你即马你只手无练着，你即马只手出去甲只手袂紧，你会变来无平衡，所以你会记，咱是要练平衡，哦，平衡是即个开，不过这是变同时，哎，所以你被招式混乱的。这是咱重要八卦节要开，所以这是个辅助，这是个辅助的瞬间的力道，嘿，你拢会开，真拢会开，嘿，对，哎，对，啊，所以呼吸很重要，瞬间吸气，嘿，这个是要强化咱这个锐气，所以你这条练了好时，你往下放，你会搁愈锐，这个搁愈嫩，嘿，好，哦，这是我们新教的这个部分哦。